我问，熔炉来了，这里。来，八块铁啊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先做个盾。哦，太多熔炉了吧？那分开烧，分开烧，繁星放行，太多了啦。被人按到虚浮特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哦，不过好多铁哦自己的盾自己来，，nice。慢慢烧。所以我，哦，有洞窟，有了盾，哦，上面有怪吗？上面哎有呦，铁，更多的铁，有些小阿磁西他们想要铁，找到那个大宅的最上面，他们好像想要找东西。大宅在最上面，可是，在大宅里面都是危险的事啊！我也觉得在大宅里面目前蛮危险的。哦，僵尸旁边有铁，nice。对对对，来，僵尸交给你。过去还有，哇，这铁其实超多的，我们挖完这些铁就可以上去哦，这屠里宰很他们多了。铁，这里一堆，对啊，这里也有。哎，哇，你看到的都是铁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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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我们这里轻轻松松啊，哎呀，好想这个你，真的好想是不用打太久你，好啊，想挖一挖，你，烧一好烧想就可以上去打了。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他假们的连假盾的都没好有，想怎么可能你。是会输哦，呢？哈基现在感死，所以他们现在谢只能找焦到宝糖箱。订阅。没问题啊，别怕，小因为小，有些宝箱是战利品，会生成，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。我就除非他们直接开到钻石装全套啊，哇，14个铁别啊，别烧怕。哦！嫩，14个铁你也敢说？我有19块，哇，才多五半斤块而已八啊！两，哇，哎，宝五箱很块就厉多一害。个帽子哎，哇，你小看了，你等下就不要戴帽子。戴 绿对不起，我错帽，让我戴帽子。了。来来，分开烧，分开烧。没有碳的。有啊有啊，很多碳啊，满满的碳啊。我补我补。哎，看到远处有黄金，但是太远处了。收铁收铁。我去看一下他们在干嘛，偷看。哦，他们三个漫无目的的在屋顶上游走。那我们就可以准备上去啦。跟你讲，我们轮流上阵。嗯，但是你们要上去也不太好上去，因为第二层有一些窟窿。叠啊！哇塞，铁甲都出来了，拜也要托，没小有，我就心轮流哦。上阵。当我挂了之后，对，快死的时候，就把铁装脱下来给你们。行，来得及吗？可以啦。铁超多啊！你的全烧了吗？我的刚刚都在熔炉里了。巧克力，你现在全身有铁，你要先去找宝箱，什么宝因为箱？他们没有想要进大宅的意思，我可以指引你方向。好啊，刚刚，可是宝箱不是我都三个就铁是给你。锄头那些而已吗？哦耶！我也好。不确定我没有开过大宅宝箱。做个铁帽帽。然后我们就要上去喽。好啊，他们是在哪里啊？他们是在屋顶，第最上层的屋顶。哦，好。有没有捞岩浆好，啊？哇，连岩浆都有了，找到可了。怕。哦，刚刚可以做个那个水桶啊。我已经拿来做帽帽了，行吗？现在穿在我身上。再然挖就后你好了，们再挖上就去好了。的话，会有窟窿跟苦力怕在你们出口的后面，后面，就是你们等下探头出来之后，他会往从回头后过方来。袭击我。对，有2只苦力怕加1只苦攻。麻烦的是窟窿。哎，要上去才看得到。我看到了，你让他爆一下好了。刚刚你小心哦，要好，爆喽！我先推。咣嘣！咣！哎，还有幻吗？还有魔吗？者的头还有探一出只。来了！幻魔者的头探出来，不要太靠近那边了。啊，我这吗？没有，你刚炸开的那洞有一个幻魔者的头。哦，我看到哇，了，真假我的？看到了那个苦力怕爆炸的地方。那我怎么逃？别不哦，要靠近哦，你们要换边走。好好好好，
然后有一只苦力怕走大门呢，有一只苦力怕，我让它爆好了。这里可以前往他们大门，你们可以绕到旁边大门去。那个幻魔者看到我，我先看一下哈。啊，大门这边没什么怪物，没什么问题。我要走去哪里有宝箱？哎，好了，你进大门之后往右边走，但是右边会有一只猪猪在天花板上，要小心。猪猪，猪猪。往右边走，然后呢？嘿，你不用担忧我的安全，你告诉我哪里可以有宝箱。哦，右边走，但是N边，掉水了。繁星在哪里啊？我在，你看后面会有鹅卵石。你右边走之后进这个房间。哦，你说这个房，你竟然在上面？对，这个房间。要从二楼走啊。然后往那个左前方开走。等一下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个有窟窿的房间，把窟窿干掉会有个宝箱。哦，我听到爆炸声。这个房间吗？哦，好吧，那个宝箱里面的效率铁斧好像没什么，你看你要不要？这里吗？不是，然后还往左边，还往左边一个，然后右前方那个地方就不要靠近，因为左边这里吗？对对对。哎，屋顶好恐怖哦！这里不就是刚刚那里的地方？哇，老鬼！哇哦，老鬼！哇，你招到老鬼了？没有，他才刚准备好像要招而已。应该没有招。可是我一直听到很多声音呢。前面一只窟窿而已，这个房间是安全的。好。欸，窟窿。然后其他有宝箱的房间在哪？这怪的声音超大的。效率铁斧啊。对，效率铁斧一个而已。然后其他房间不太安全。对，一楼其他房间都不太安全。我靠！哇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。你死在哪？那个两个天眼兵。你死在哪？你不是还有铁猫吗？对，我在大门口。可是他劈你一下就。哎，边界压过来了。哦，那你们先上去好了。直直垫上去吗？他们在屋顶吗？从外围直直垫上去，但是到第二层之后要小心一大堆窟窿就是。哇靠！这个屋顶也太精彩了吧！就很精彩啊，怎么办？开趴哎、欸，这个屋顶好扯、哦。是可以上还是不能上？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。嗯，不要上去，我现在的位置更危险吗？好，这样垂直往前滑。我其实想说二楼是安全的，刚二楼是安全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是安全，你可以先到这边缓一下，然后呢，再从这边往上开走。你在二楼这边点，然后左上角，哎呀，繁星，你在哪？我给你装。哎，我在二楼。好。你在哪？我在一楼，边界过来了。你在一楼，赶快上二楼。对，然后从这边开始堆叠到二楼的那个地方。不，三楼。哇，这样好紧张哦。我这边可以往前走吗？往前走开始会有怪物，有苦力怕，有味道是要往上还是怎样？有味道是哦，不要去那个房间。你说谁啦？我还是从这边往上。巧克力，刚刚帮繁星看一下。繁星吗？对，然后从这边位置开始往前堆，不要往上开走，往上开走都是怪物。繁星在往前，对，往前开走。哎，他们应该不太容易看到你，除了蜘蛛以外，蜘蛛要小心。Serious， 你那个繁星，你头上有很多怪哦，你那个挖起来有很多怪哦。那往前挖吗？往前，我看一下哦。往前只有一只僵尸，还右边还有一只骷髅，还好。队友可以相信吗？还有一只僵尸，还有一只僵尸哦！啊，蜘蛛的特性比较特别，我也没办法。还有两只僵尸哦，还有三只哦。你干嘛啦？尴尬！你们干嘛啦？我们是队友。这边安全的吧？前面继续走的话没事。那火把的位置那边嘞？火把，等一下，你顺着那个一直走的话，会有一个宝箱。我知道有啊，可是这边是中，这边。不是边界外吗？内边界外，我看一下，还没那个边界里面，就是边界还离你蛮远的。你再往前走一点就安全了，没有，下面有窟窿，你不要骗我，我不相信你。然后现在在
那个门口迎接你的是大概六只僵尸，我劝你最好是直接往前挖，不要再走一遍。我不相信这世界。哦好，巧克力，你从这挖吗？不是那边，不是那边，这边就是安全。往等一下，太多声音。对，往那个方向挖。然后往你的左边走，左边。你说往上安全吗？我。然后直，然后挖破，挖破，不，不要挖破，不要挖破，对不起。啊。又是怪。好可怕、哦。他们两个人都很危险。继续往前走，继续往前走。不要往右边，不要往右边。顺着这条路往前走。右边要苦力怕。你有哭功啊！那个地方挖破墙壁直走，你刚好在墙壁正中间挖。对，继续挖破直走，沿着墙壁走，没有错。等一下，哦，我现在直走，那我等一下往左还是？哦，这边有一点高低差哦，等一下往下往下挖一点。哦，上面嘞，上面安全吗？往左就边界了，不安全了。还好啊，僵尸跑出来了，你就不安全。哎、欸，也至少你没有碰到那些僵尸。往。後这附近全部都是怪啊！我不知道往哪里安全的。你想为什么他们都安全啊？你想办法在天空上走吧。没有那个翻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这个不是左边，这是从那边出去，那边有那个味道室。没有，我这边安全啊。我知道有味道室啊。对啊，你可以电出去用电的。对。繁星，你可以上来。我上面安全吗？刚、啊、刚。然后繁星，你上一层楼好了，你上一层楼、欸。哭哭来，哭哭来。小心哦，上面有一个窟窿哦。哎、欸，要爆！哎、欸，巧克力在你旁边，上去就看得到他了。对，但是我要把自己封起来。有怪物，白星，你赶快躲！不，白星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吓死人！白星，穿裝。你怎么有？啊，我刚刚挖很多铁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刚刚？哎、欸，他们三个下来了，他们三个要下来了。啊！我在上面。他们人多啊，叫我们下来。刚刚繁星问我说往哪里走，然后我上下左右看一下，往哪里走都不对啊，都是怪。哦，你要刚刚你要选一边比较安全的让他们走。没有，刚刚那边每一边都很危险。你也没有给我安全的。哎、欸，但是我刚帮你避开女巫还有味道刺的位置。反正你有线吗？线一根，这太难了，我也只有一根。哎、欸，至少可以做个钓竿。我没有拿线啊，机车。我去看一下。有线，有三根就可以有弓，没有的话就是、欸、他们除了武器以外全部都空装。嗯，可是冲过来很恐怖啊。啊对。所以他们也要来吗？好像没有，他们在等你们上去。啊！不下来哦，那我们就要上去了。嗯。话说，巧克力刚拿那斧头，好像是观众放的。啊？好像比较特别，你们看一下，他有什么 buff？ 就没有啊，就只是效率铁粉，普通的斧头。对啊。因为照理来说我们要上几层啊，他们在屋顶是不是？对，在屋顶，所以我们这上面也是安全的。教主晚安，都是安全的。感谢续订。妈妈，对不起。然后现在这一层楼的屋顶就是他们的所在位置了。好，你现在挖开就会破洞了，就会看到他们了。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些安全措施。先，你们先铺一个平台，战斗平台。嗯哼，哦，和火焰燃烧好像卡卡的，因为现在外面有火焰在燃烧，被打雷弄到的。嗯，难怪特卡。嗯，欸、他们会不会烧死啊？他们没有火焰燃烧在边界外。我觉得一上去，哎、欸，等，我来打地鼠。打地鼠，哎、欸，火真的要烧过来了！哇，你弄错了，怎么有烧到声音啊？没有，是我。我刚刚原本想灭火，可是发现不行，所以算了。你不行啊，不要标签，在边界外那个打不到了。对，所以算了。哦，你是要把他们砍下来是不是？对啊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好啊。打地鼠游戏，挖脚胶，挖
啊，早知道他们在补，他们在垫，他们在垫第二层啊！不要怕嘛！堆堆模式，挖角角游戏。哎呦，喵花现在要杀他了！呀，砍他！挖下一只猫。现在有拿武器的小雨月，然后雨月干掉了小雨武器，小雨武器。哎，有有干掉！喵嘞，下去了下去了！猫猫在下面。猫。抓猫皮游戏，他们根本不打。哈哈哈哈哈！过了过了过了，下一场抓猫游戏啊！我拉你们，我拉你们，一只猫下来。不行，我觉得抓一只猫啊，超那个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就把网页关掉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不行。一关，然后又是喊那个，对啊，那个外面那火焰野烧太严重，火焰烧的、啊，下面有黑猫引来了一只大猫咪，我想要近看一下它的尊容啊，被毁过一点点啊，这大宅好可怕、哦，好想开箱哦，那边有一个箱子超想开的，哎，你们要知道它今天怎么死的吗？哦，妈，被队友坑死了。他就挖进那个，我们在往想要去顶楼，我们就挖一个楼梯上去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互挖脚底，然后最后哈基往那个房子里钻，然后把他路堵起来，就被怪物杀死。整个是被队友坑死的，原来是被阴的，有事吗？